大哥，我刚才做梦了，我梦到皇后和我儿子在那儿玩儿。 登基，恭贺正统皇帝登基。于谦呢？已经打入诏狱了。下狱一共多少人？景泰皇帝提拔的37名官员，全部下了诏狱。皇上要动刀，一定先杀于谦，他是辅佐景泰登基的第一逆臣。 于谦，非死不可。于谦有功于社稷，真要杀他，于谦是有功于社稷，但他有罪于陛下。如果今天不杀于谦，我们的兵变不就成了笑话了吗？如果于谦无罪，那臣等就是死罪。臣等死罪。 皇帝登基。